哎，右侧牙龈痛啊，右侧牙龈痛啊，那个太太一个站在那个食管里面啊，当时运作的时候，扶着上面一块，扶着上面一块就发现，不是两边平衡的啊，原来最初的发现那个船是往左边倾斜的。那因为当时知道往左边倾斜的时候呢，他那个船沿上面坐的那个，饮食块，坐的时候呢，故意，把右边的右侧拉紧一点，哪知道扶着手面的时候，往右侧方向紧了，所以呢，变得。往右侧方向倾斜了啊，往右侧方向倾斜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所以呢，由左倾斜变成向右倾斜了啊，但是还是很顺利的，把那个移植起来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那。